疫情来了。全部做一届。一瓶收五个，要食海龟子200粒啊！一瓶收五个。两个三个。五个哦，海龟子都五个哦。海龟子好不好啊？蛮好了。拜托包包你来多少钱？可能摕到三包，只要中一包。好啦，好啦，凊彩，可能无摕到。加加，一包啊。上加加。上你了。虾啊，啥物事啊？虾啊，全部做一个来。我即马介绍。原始龙虾。熟的，熟白虾。阿全，我要后壁讲啊。当然我要讲啊，讲啊，总 OK 哦，我袂袂掉。你若要比介绍的，吼、哦，要食乌头的，去外口买600-700就好啦，唔好来我这买这啊贵的哦，要食俗的去后外口买就好，唔好来我这买，我这无乌头的，上鲜的，一盒2公斤，下底几个毛毛啊，这摊了食了2500，要无啊？先给钱的先啊，1500块，1000块，平均两大大只，1000块，我都袂做这去啊，1000块，1000块，我 OK 不？有啊，看了 OK 不？还是莫做，我先包，这是啥？一个，两个，头前伊阿妈用我袂有人陪伴，你几个？咁莫上去遐哦，阿叔，等等。干杯，你敢走去啊？你还袂走哦，干杯咧，你要食干杯嘛？1000块要吃无？真正这买这1000你就好啦，你平个真正食一个过年啊，1000后壁到后尾出声啊，1000块咯，1000块够买啊无？这2公斤咪2大斤嘞，1000块够买吃啊？最后搁一个就好无？搁一个。龙华，这可能好来，我介绍这首歌，看你的边啊，系你啊，来迄个，来阿多阿讲要吃干杯哦。即阵一箱我先阿卖掉，敢无？即阵一箱是啊，顶日啊看了足切，五个人客啦吼，一瓶三个，一瓶两个，来300来，你话物件迄落，你看你阿平钱无？叫多利鱼，拢无饲的啊，千吹千差利啊。我拜。还三十几只吹起来三十，三十几只1000块，唔免1800、500、300了，再过来300块，几个？有人。无啊。你阿几个？五个哈。你是干杯呢？欸、我即摆咧化解啊！我唔是干杯啊！我即摆唔是干杯啊！你阿几个了？干杯了，我领300。好，退了，退了，没有什么事情，退他就好了。我即摆唔是干杯啊！来，二你阿两个包袂无？无啦，大家拢可以啊，拢无。那个提早登记。干杯钱啊，其实嘛，甲你讲就会抱歉。啊？250全部拢无啊。这边2小时。我后尾也无啊，你莫介绍我，你取消我无在条皮面条啦，啊，你够浪费哦。够吧。咪个2小时。够吧，卖个看嘛。上个钟要认真，好了。
到地啊，所以应该当时我啉着，我啉水，应该我去补充一下水分着。谢谢。好了。你收几个啊？三个人加加钱了。这基本要你吃，这五百块我吃主要就千八块啦。信任我钱哦，我今仔甲我买介绍甲放我袂，后礼拜你过来找我，干杯绝对无卖你接受啊！公司要起啊，一千块啊，钱来了啊，一千块，信任我你阿兵。是的。五百打来哦，一即摆你话一千啊。好啦，收起来，莫收啊，还佫一个落啊，你收一个好，若无落紧干袂紧倒来，莫佮看下安尼落啊。要追高的追高，这千八、两百多、三千六、一千块了，这包搁在。后礼拜无安尼啊，我来讲啊，这包搁来一千块，比个恁讲欠钱啊，一千块了，一千块，一个一千块，大阿伯啊，这五百瓦、五百公克的啦，不是你三百啊，大阿伯就对了。一千块最好一个无啊。他昨晚上讲要五百，包括。五百。等下五百，等下我先面价分分给人者。你的面前搁一个五百，阿大。提早好。迄边个人要五百，两个了，遐一个搁一个。拢可以无？最后一个五百，干杯，全部拢无啊，两百五十拢无啊。最后这五百，上面是没有了。包括。来。阿东咯。你先卖个包吧，你是让我有货的物件拢甩在头前，我知影，等下我袂当欢喜啊！你要食黄鱼，你要食白带啊？我鳕鱼吗？鳕鱼，大细地拢袂了。我袂当好笑，我讲话是事实，我唔该。哦，好，反正我以后讲话我会改正。咸滴哦，来。啊，再讲嫌我讲话唔对，你手下个，即个送你。讲唔对，咱也唔赔罪。啥物食黄鱼？三百来，两个人加落也无，好也无，哦，好啦，三百都无，无啊，这一尾一定要超过三百，两尾六百，三尾四尾大尾啊，咪细尾啊，一尾过来啊，欢喜就好啦，五尾好哩啦，你边个大大只，一尾两尾，三尾，隔壁唔好影响到哦，四尾五尾啊，三百人啊，这种大尾啊，一尾。美女，我才要卖人三百，欠一尾，你要当先还我无？无啦，讲笑啦，这多五尾啊，我开玩笑一下尔。讲笑一下尔，等我再帮我收掉一下哦，我麻烦你些，来，麻烦你些，好来，来，五谷鱼啊，今仔到五谷鱼啊，大你要食五谷鱼啊，你一定我一定甲你讲好话，人家甲我讲啥，我袂甲人家讲错话。你要食白带人家，我讲真诶，我一定为着恁后壁人家来替恁设想啊。其实我一开始我买了白带，我听讲甲全部白带拢卖掉，十几箱卖掉，我有留两箱要后壁人家买。一瓶收七个人家，先互你看深度偌水。一瓶收七个哦，三百来好啊，七个，七个后壁啊五只哦，啊大个。啊，成就了什么？哇，你刚好三百无啊？无啊，真正无啊。无啦，没有了，无啦。来五百。钱找我给钱了。五百。无啦，不是无爱收物件，无，我甲你收我无物件，你讲。车要过要注意哦。来五百。五百。五百。张老李后边那个五百。我拢五百。我都无收到一千块。无收到一千块啦。所以你拼一千块啊！啊，钱了，直接六个人客都无一张一千块，你讲你一千块，你慢慢去乱啦。你收几个钱？我处理啊！你收几个钱？全部乱吃啊！啊，这钱了，全部直接大一千块就对啦。我收六个人客，六个人客五百，我这了无啊！我不哩难收难的，你讲你给一千块，一千块就对。大人讲真嘞，咱就袂骗钱，我做生意不是用骗的呢。哦，大人袂好笑，这了六张啦，这拢五百的嘛。我无收到一千个啦，这钱直接很难，我钱无入去内底啊。哦，啊，搁一个人提上来，你才收五个尔呢。我你找啥？五百呀。几只走呀？几只走？哦，就是三百三百，遐走就对。安尼才拄好来啊，七个吧。七个啊。
嘿，大只真正无一千，我袂甲你骗啦。嘿啊，你找伊两包吼，不过我袂甲骗钱，我讲真正实实在在，真正袂去骗迄落钱吼啦。来，包括一下吼，来，嘿，大阮的钱，我有拢，我要出门，我一定会甲伊两个交代，收钱的钱收好，一定袂当落去啦，这一定会下啊咧。通知讲有诶，摕一千，摕五百，偌呢？所以你免烦恼，袂甲你。